多兰剑出门。可以杀。莱斯杀的落手，杀的螳螂，杀的卢仙，杀的潘森，我操，一顿打工。这寒冰射手一级真猛，出两个药吧，出门落手药还没了，疾跑还没了，闪现还没了，哎呀！我们一个没交。开眼无敌了，你说他捡了很多魂儿啊？捡魂他也不一定能变身，他也变不了身。落手人呢？干哈呀？打一架呀？你是干哈？你是送人头的？你是？你连个药都没有，你给我打个屁呀？哎，让他砸了，但没关系啊，让他抠，假装打不过，其实他是弟弟，这他都不往出追呀、啊！哎呦，我两层血怒哎！好抠 ，EA。点炎 WA 接双 Q， 没点炎啊，没点炎算了吧，我点炎咋没了呢？很遗憾我又无敌了。他技能放了以后吧，他就没有技能了。这英雄联盟讲究技能的，我们就可以上了。即使他拉我也没有用，最多他就是跑了。把这卖了，来一瓶小药，一把长剑，加上一个药光，一个皮鞋，加上一瓶药，无敌了。神装了，注意跟他打怎么打呢？先抠，等他放抠 ，EAW， 让我车丢了，双抠，让他拉。一会儿等他 Q 直接闪到那圈，因为他交过闪了，我就不等 E 了，我等 E 杀吧太慢了，我怕他回塔了的。其实刚才我觉得啊，刚才好像有点亏，刚才不应该交闪现躲 Q，
刚才应该自信的回头躲扣，不自信了，有瑕疵啊。AGS 真猴 EAQ 点盐钻石 AQ 再钻，让他并不知道哪个到底是真猴哪个是假猴。学到了，你先看看他什么反应。你摁完 S， 你看他什么反应？你觉得他反应？哎，他不害怕。反正他这波他怎么都得死。如果前面我摁 S， 他跑了，他就会认为我一直是在摁 S 的。如果他不跑，他也会认为我一直是在摁 S 的。所以第三波我们一定是能骗得了他。第一波他信不信他都得死，出血了，除非他跑得特别远，他搁这儿。好像掉了个车是吗？我估计他回家了，推了吧。中单攀升是吧？吃完塔皮，我们去二塔。E A 抽转起来。都傻了，笨。抽一下，让他拉，没事。他背着防御塔打不着，先打吧呢。对 ，EAQ 把落手杀了，凯隐自己上，可以。这凯隐无敌了呀，八分钟变身。没事，这波螳螂可以杀，你给我减速的。平衡便是弱点。别害怕呀，减速他。你有皮孩，这波应该是没啥问题。嗯，蓝的没了呢。这蓝 buff 有点讨厌呐。变身了，不加海了，又啊，兄弟。咱们来插个针眼，这波可以直接越塔，先 Q 他一下。4321，还敢拽我兄弟？你拽我，我是真没想到。他这个拽应该留在我越塔的时候，他可能也不知道我虚区到底是有多高，这也比较正常。为什么维克托拆塔拆的这么快？中单是挂机了吗？
一个维克托拆塔拆这么快呀、啊？没峡谷，我的天哪！我去打个蛤蟆。这波兵我可没允许你卡啊！干啥呀？来人了！这螳螂能打过我吗？那也打不过我，那六级螳螂来干啥来了？回家了，先来个提亚马特，这皮孩就不加孩吧，这把不用水银孩，对面没啥控制，出门电焊工给我发问号了，电焊工跑，这把拆塔拆的也挺快的，电焊工现在有 bug， 就厄洛伊的魂拽过来，电焊工打死啊，必须得擦打死啊，别人打死不行，会给加25层，打假猴也给加25层，哪里来个螳螂，你们能不能救我一下子？杀我！给我扛塔！算了，这闪现走了。那谁吧，凯隐来，凯隐来。一 A 抽。回家，1750，我差点钱呢。哎呀哈，漂亮！回家出九头蛇，这锤石为什么不勾我，要勾小炮啊？这里是不是有眼儿？小炮等一会儿啊，别急，来一 A 抽全死，回家。中！哎呦我！本来我没那么多钱，我寻九头蛇回家，非得再给我整个小锤儿，行吧。打个红。他们为什么不投降？他们没到15分钟，怎么投？不让投降，
我们不直接放 W 杀他啊。这螳螂一看就很狂妄啊，还有你，你是不是也很狂妄？我发现你很狂妄啊。不行，潘森来了，给我暴击了，兄弟救一下，把这卢仙给我杀了，一直在那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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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一下，这不投降了吗？菜呀，那没办法，那潘森带暴击的，那咋整？那英雄残血。